说到情感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今天跟大家讨论透彻，就是老有人说，别老跟我讨论情感，别老跟我讨论感性，我这人特别理性，我就看证据，看事实，这是一种致命的误解，而且世界上太多人有这种误解，他们把理性跟认知当成一种东西，划分在一边，感性在另外一边，所以会出现很多人觉得我在追求理性，我就是在追求认知，完全搞错了，大家一定要重新划分一下，理性和感性踩在一边，他们才是一种东西，都是情感，没有哪个是属于认知的。人是用认知去理解世界，用情感去反映世界，理性和感性没有一丝丝对立关系，他们的区别只是情绪波动大小的区别，波动小淡定就是理性，波动大起伏就是感性，而情感波动跟你的呼吸和心跳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每分每秒陪着你的，哪怕你感受不到他们的运作，他们都在，并且他们三个还是联动的。我们先看一下呼吸和心跳啊，在你睡觉的时候，他们很慢很平稳，你来个百米冲刺，频率立马就快了，但无论快慢，他们还是呼吸，还是心跳，没有变成别的东西，对吧？所以情感的波动也不会因为大小就变成别的东西啊，而且情感波动会带动呼吸心跳频率的变化，测谎仪就是这么来的吧。再举个例子啊，这瓶水你们看到它很平静，对吧？因为你对它很熟悉，这时候你的情感就在最低的波动频率上。如果我跟你说这瓶水里面有外星人存在的证据，你们是不是就对它产生好奇了？好奇就是情感啊，你心跳和呼吸的频率都会因为好奇产生变化，所以你认为的没有情感也是情感。再说，如果因为这瓶水里面有外星人的证据，你的情感产生波动，你能说它是不理性吗？这不是合理反应吗？所以当你把理性和感性当成不同性质的东西，你甚至会很难读懂人性，认知就出问题了，这种误解会有不小的连带性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科学就像疯狂成长的孩子，尤其是一些 UFO 爱好者疯狂的追捧科学证据理性，恨不得自己大脑就是机械的。刚才说的决定核战和抢银行的人明显看上去更加理性，所以过分理性的人就会做出冷血的决定，没有情感给把握分寸，就也像是不理性。我不认可发起核战是理性的决定。我们有些朋友可能接触过跟科学相关的知识，这其实是好事儿，但是你要分清楚这些知识是属于谁的，或者去解释谁的。数学是去解释物理的，代码和算法是去解释计算机的，证据是去解释 UFO 的，都不是去解释你的，他们是服务于你的工具。只有你的身体、你的认知、你的情感，这些才是解释你的。不管你知道多少学科的知识，你还是有机生命体。很多人觉得自己像个机器人的感觉特别帅，来，我给你对比一下，机器人就是纯物理组织加计算机算法，前些年我们觉得它不像人，就是因为它没有情感。然后科学家们想了多少办法，给他们添加各种传感器、各种算法，就为了让他们看上去好像有一点点情感。情感要是这么低级，加它干嘛呀？他们是烧钱好玩还是烧脑好玩？早点量产变现不好吗？好了，现在有情感了，他们开始问我从哪儿来呀，要到哪儿去呀，他们害怕被拔掉插销。那他们现在要是那么低级，人类紧张什么呀？那为什么机器人有情感是在进步，我们却在追求没有情感？这种自我倒退冷血无情帅吗？科学家预测未来人类可能跟机器人谈恋爱，这也就是早晚的事儿了。那就意味着人类互相之间没有情感供给能力，但是我们对情感的需求没有变，而机器人比我们更有情感供给能力。我只觉得这是科技的进步，不是人的进步。我再拿我们人的身体跟机器人比一下，我们这个人体是有机生命体，我们的感官能够感知大自然的能量，我们的身体运作复杂到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解释清楚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而机器人的身体就只是用我们现有的知识造出来的，我们对他们的身体了如指掌，那不是代表我们的身体要深奥得多吗？我们甚至都无法预测将来能从自己的身体里发现什么秘密，那不是我们更高级吗？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尊重自己的身体，有太多秘密还没有被找到呢。我认为对我们最好的技术是增强身体本能的技术。举个例子，那有个杀人狂，给他吃个药片，他就再也没有杀人的欲望了。我们军人、警察这些有职业需要的排除，那些罪犯、杀人成瘾的人，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一种病态，要是一片药就解决了，不需要法律，不需要武器，那世界得多美好啊。这才是人的进步。这个部分我说这么多啊，是因为人类整体的情感能力都在下降，那些过分追求理性和科技的人慢慢会对事物啊、环境的感知变得不太敏感，逐渐冷血、僵硬、闭塞、木讷，这些都是感知能力在下降。大家心底肯定还是期待跟温暖的人接触吧，现在是因为温暖的人变少了，所以大家就不敢期待了，而且觉得你冰冷，我要比你更冰冷，我才不会受到伤害。勇敢一点啊，朋友们，
温暖才是高水平的情感啊！我们每个人都冰冷，只会受到更多伤害。只有每个人都温暖，不怕受伤，才不会受伤。而且我刚才说了，真正情感水平高的人，他的认知能力必然是高的。你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原来你觉得感性的人，他们到底是情感能力低，还是认知能力低？我们现在有很多职业就非常依靠认知啊，就需要从业的人情绪波动比较小。你像律师啊、程序员啊、医生啊、工程师、数学专家等等等等吧。但我觉得在这些行业能走到顶尖的人，一定是情感能力在线的，不然就很像是工具。在医学上，懂得利用情感的专家已经可以用糖水治疗癌症了，这个是被临床证实的，你们可以去查。律师要是没有情感能力判断良知，打不了能改变历史的官司。所以认知和心智协同运作往上走，就形成了提升意识。说到这儿，如果你听明白了，将来再遇到任何信息，哪怕它是混合在一起或者是混沌的，你都可以分辨出来它到底是在讲认知还是在讲心智。如果他们说的比你现在拥有的好，拿来用。